左摇右摇，它这样插进去是50公分左右哎。是黄色小鸭。我本来以为是那个 bagel 哎，原来是倒过来的小黄色小鸭。他上次是就放了很多小鸭了嘛？那也合理呀、啊。没有啊，那个会脏啊。那个所以都要收啊。没有啊，我刚才就是看到这个，以为是 bagel，想说谁的那个什么汉堡包还是怎样，问我们丢了。好玩哈、哦。